Yeah, good afternoon, Chris. Very good afternoon.大家下午好。OK，所、so,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一。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课了哈。现在已经是4:30。OK，那上个星期我们在9:02停。OK，那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今天的课之前大家有什么疑问吗？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了哈。没有哈。OK，那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Troubleshooting。OK。那可能我先把我的那个 camera 关掉先哦。他讲我的，OK，暂停，再等一下。OK，so chapter 9，solution of triangle 那之前我们就还在这个第九课了哈，就是这一个在解决这个三角形啊。那这里的三角形不是等腰或不是等腰啊，不是直，we call it right angle triangle 啊。就是有90度的。OK，那我们这里的三角形都是一些三个边都不同，然后里面三个 angle 都是不同大小的，这一类的 triangle，不是直角三角形了。那这一个东西就连贯去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一个connected to trigonometry sine cos tangent。OK，这个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OK，那如果是少过90度的 angle，我们是叫它 acute 了，acute，OK，那如果是多过90度的话，90到100度之间，那个我们叫 obtuse，然后还你需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用 sine rule 了就是它给我们两个角一个边，又或者是它给我们两个边。然后一个不是夹角，不是夹在中间的那个角，OK，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用 sine rule。然后在这一个sine rule 里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case。那么这一个特别的 case 呢，我们叫它ambiguous case 恶意情况恶意情况这个是恶意情况那也就是说。它的那个 non include angle 那个不是夹角的那个角呢，它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acute angle 了锐角，还有一个叫什么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应该是叫钝角，钝角还是钝角？OK，好。这个我们都已经讲过，我就不讲了。OK，那到这些练习都已经过了练习过的我就不讲，我只讲 concept 先了。OK，9:01刚才正弦 sine rule 嘛，正弦，那9:02就在讲余弦定理就是 cosine rule。那这个 cosine rule 呢，它的就是这个是它 formula 了OK，那。它主要用在这一个，当这个三角形有两个边一个夹角是我们知道的就这个两个边一个夹角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用 cosine rule。那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三个边我们都知道三个边我们都知道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一个cosine rule 所以其实只有两个 rule。一个是 sine rule，一个是 cosine rule，所以
我相信说这一类的题目应该还是在 long question，就是一题大概10分的那一个部分，可能就是 paper two 的 section B 或者 section C，OK，只是说因为现在它没有一个规定在哪一个 section，所以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一种题目反正都还是long questions 就是说分数是比较多的那种，可以到达10分的。OK，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的练习 cosine rule 就做到第7页，对吗？OK，那现在我们去第8页，第四题，第八页，第八页，OK，第八页，然后第四题，OK，那今天能够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一个第九课大致上讲完。那下个星期我会先我们会做一个 revision 哈。那我会去 revision 17，之前我们停在 revision 16嘛，所以 revision 17，快的话我就今晚就可以 send 给你的那个练习哦。那下个星期在开始之前，我们就会先去这个 revision 17，然后过后我们才会继续。今天如果来得及把第九课讲完，我们下个星期就去第十课。那讲完第十课过后呢，我们就会来一个总复习。就是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我们再来做一个总复习。希望大家的笔记都还，如果是你没有之前的笔记，那个也没有问题。我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所有的这一个 notes 都发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到时你可以自己去打印，也可以的哦。OK，All right。OK，来，我们去第四题哈。The diagram shows a quadrilateral ABCD，这一个是一个四个边的形啊，四边形啊，它不是四方哦，这个是四个边啊，A B C D 四个边哈。那在这个四个边里面有一条 AC，就把这个四个边变成两个三角形啊。OK，这里很多资料都有给，所以这一题题目很容易。OK，如果你看到有很多边长。都有给的话，几乎你看一二三四个边长一个 L，这种题目是可以讲是很快就可以拿到答案的哦。第一，find the length of AC，我们要找 AC 的长度，AC 的长度这个，AC 的长度，OK，那如果你要找 AC 的长度呢？那我们可能就可以用 A、B、C 的三角形。你看 A、B、C 的三角形A、B、B、C、A、C 啊，A、B、C 这一个三角形。那这一个三角形呢，我们有什么？这一个三角形我们有两个边长，一个 include angle，这个我们叫 include angle 啊，夹角。夹角，OK，include angle。那你要找 AC，你看它现在要找 AC 这个边长，这个边长嘛，所以两个边一个夹角，这个我们用什么？这个我们用理应我们用哪一个 rule 啊？sin rule 还是 cosine rule？我们用 sin rule 还是 cosine rule？理应。我们用哪一个 rule 啊？如果是两个边一个夹角，我们知道的话，我们用哪一个 rule sin rule or cosine rule？还是有谁 volunteer？Chinese？你要找 AC，我们要用哪一个 rule？呀，我们用 Joshua Chinese 呀，都是讲 cosine rule 呀，using cosine rule 那你如果要这样子写一下，其实都我非常鼓励学生是这样子的写法了哈、哦。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子写哦，你就知道你正在用着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下都不懂到不失去方向啊。然后原来我们就要用 cosine rule。那现在我们要找 AC 的边长嘛，所以 AC square 是等于 AB square 再加 BC square 减2乘 AB 乘 BC cos angle B，对吧？啊，因为 AC 的对角对面的 opposite 这个角是 angle B 吗？我要写 angle ABC 也可以啦。OK，啊，我就大致上先把这一个我们所谓的 formula 先写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填进去。其实你可以直接把答案填进去。你可能说，哎，老师，我不要写这一个步骤，可以吗？可以啊，没有问题哈。啊，但是反正 AC square 这个还在。那你的 AB 是6.5 square，然后再加你的 BC 是4.3 square，再减2乘6.5乘4 cos 83度，angle 是83呀，所以现在你就直接找 AC 咯。OK，那可能你做这一个题目的时候，你有一个地方要很小心，就是这个 AC 它是有 square 的哦，啊，然后有 square 的，所以你可能右边的答案先用计算机算出来，6.5啊，大家一起算一下哈，加4.3 square 减2乘6.5，乘4.3乘 cos 83度，OK。所以应该大概是它，我这里的答案是56.8406。所以如果你要找 AC 的话，你就需要 square root 56.8406。为什么我就用比较多的小数点？因为这个还不是最后答案哈，所以通常还不是最后答案的话，我通常都会拿比较多小数点，因为这样子的话，它会比较准，然后它的最后的答案会比较准。7.54，其实是7.53927嘛，所以大概是7.54。老实讲，如果说你看我们这个边长，你看它这里都只有给一个小数点哈，因为用测量 cm，我们只能够读到一个小数点啊，所以2个小数点是绝对是足够了啊！如果你写一个小数点，7.5也是可以，只是说它没有这样准啊。哦，7.54，7.5可以的哦。OK，所以这一个是 AC 的答案。OK 啊，所以你要记得你要用哪一个三角形，然后用哪一个 rule，我们大概如果能够的话，我们把它写出来，这样子的话会比较会比较容易了哦。OK，第二，calculate the angle A B C and angle A C D。OK，第一，他要找的是 A B C 的 angle，A B C 是这个咯。啊，我先画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等一下。如果你看哈，你要找这个 angle，刚好这一个 A C 的边长7.54，我们也找到了，对吗？啊，三个边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要找这个 angle D 三个边嘛？你看这个 ACD 的这个三角形啊，ACD 这个三角形三个边都知道，我们找任何一个 angle 都不是问题啊。我们就还是用什么？我们还是用 cosine rule 啊，我们还是用 cosine rule。OK，那这一个 angle 跟它的对面这一个边长是一对的了啊。那你的写法一定是要这样子写，AC square 等于AB square 再加CD square，CD 啊 DC 还是 DA 都可以，然后一样的意思，ADDA 都一ADDA 对，只是说通常我的写法就是我因为 A 先了才到 D 嘛，所以我是写 AD 哦，但是如果你是写 DA square 也是没有错的哦。因为他都没有讲是哪一个方向，反正两边都一样，去跟回都一样的意思了哦。然后减去两个 AD，再乘 CD，再乘 cos angle B，
这个 angle D 就是我们要找的 ACD 啦，其实然后，好像我就比较好写 ADC，好像会比较准一点。OK，好，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知道的 information 全部填进去，7.54 square 等于 AD 是 8 cm，再加10.4 square 减2乘8乘10.4。Cos angle ADC 这个是我们要找的 angle ADC 啊，到了这里小心啊，OK，那是这样子，我的做法是这样哈、哦，啊，你有看到这个反正是 negative 嘛，对吧？啊，所以这一个部分全部是乘嘛，所以我就把它搬去左边咯，啊，因为 negative 搬过来变成 positive 嘛，啊，所以可能我先乘一下啦，2乘8乘10.4。那你大概会拿到166.4 cos angle ADC 啊，OK，那右边这两个呢，你可以让你如果要再写一次也可以，不要你就直接算了，8加10.4，这个都是有 square 啊，然后把这个7.54搬去右边就变成减7.54 square 啊，啊7.54 square。可以吗，大家？OK 哈、哦，等于可以吗？OK 哈，All right，Sally 可以哈，OK，Thank you，OK，那我拉大一点，OK，那现在呢，所以这个算有时候还是我一个一个把它写出来哈，cos angle ADC 也没有音量，OK，等等。放一下，OK，cos angle ADC 这一个你就可以把右边的算好了的这一个除166.4，因为你把这一个166.4搬过去变除了，OK，所以是8 square 再加10.4 square。减7.54 square，3084除166.4，所以你应该大概是拿到0.693，0.69296，2966已经多过5，所以再加一个就0.6930了。OK，那你其实是要找 angle ABC 吧？所以就是 inverse cos 0.693啊，对了，这样子哈，OK，啊，所以你就用你的计算机，你按 shift cos answer，其实你不用再打0.693了，你这个0.693你如果已经算了，你就是 answer 了，shift cos answer，然后答案大概是46.1。四，然后135就14了，然后1314都可以了，没有问题。那个一点点0.01度，那个不是问题的哈，大概是46.14度。Jason, OK, Jason 可以吗？Augustine, Carlo, OK, 好，都很好，好，那我们继续哈，46.14啊，哦，那我就跑掉了哦，OK 啊，好，那这一个算出来之后，ADC 46.14，那我就拉上去了哈，46.14我就把它。来了，这个是46.14度，OK。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要找哦，找完 ADC，他讲找 ACD，ACD 是哪里？ACD 是这一个啊，这一个啊，这个是多少啊？哦，
所以这一个可能如果你要看得比较清楚的话，那我是鼓励你先把这一个有关联到的这一个三角形大概画出来再把它画一次了哦，然后把你要找你所知道的全部填下来，然后要找的我们看一下哈。OK，所以是。那我就把这个大概的这个三角形，我先把它大概画一下哈。OK，OK，这个这一个是 D，这一个是 C，这一个是 A。那我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个是 8 cm 了。OK，这一个是7.54 cm。这个是10.4 cm，这一个是刚刚找到的46.14度，我现在是要找这一个这一个，OK，那你有很多方法，不是很多，你只有两个方法。如果你看三个边都给你，你要找这个 angle C，你可以用 cosine rule，但是如果你看你要找 cos，对吗？就是这个，你的 angle 是八，然后7.54的这个是46.14度啊。那看你个人，但是我当然如果是能够用 sin rule，我们用 sin rule，为什么？因为 sin rule 比较容易算，比起 cosine rule，因为它的这个 equation 很长嘛啊。所以当然两个反正都是会拿到一样的答案，所以就在于你要用哪一个了哈。那我这里我用 sin rule 了哈，那我这里写的 using sin rule。诶，那我就这一个7.54 cm 除 sin 46.14，这个要盖到完啊。OK，等于你要找的这一个是 8 cm 除 sin angle ACD 啊，angle ACD。OK，那你就可以用。Angle ACD 就是你打叉乘那 Angle ACD 会等于八乘 sin 46.14度，然后除，因为这个我乘嘛，然后除7.54，哎，然后用计算机最后的时候你就找 ACD 了啊，你来八 sin 46.14，然后除。7.54，OK，你大概会拿到0.765，0.765，那你现在是要找 angle ACD 嘛？OK，你就用 shift sin 0.765，记得不需要把你的 calculator 按到不见啊，你就是从刚才那个0.765所拿到的答案，你就按 shift sin answer。然后 shift sin answer，所以你拿到的是49.91度，OK，49度。当然，我曾经讲过，边长比较，它的边比较长的，它的 angle 对角的对面的那个 angle 肯定是不，八跟7.54比较长嘛，所以如果7.54是46.14度，那这个8 cm 比7.54 cm 长。那它的这个 angle 肯定是多过46.14啊，所以它这里是49.91，所以是合理的，啊，合理的，它肯定是要大过的，OK？所以其实从这里我们就大概知道我们答案对不对。如果你算出来不是大过46.14度，那就可能是不对了，不对，OK？虽然这一题题目几乎说可以讲是它不难，但是它就比较多步骤一点啊，反正是要。算比较多东西，所以为什么它的分数会到达？当然不是这样子一题10分啊，它还有面积呀，有时候先找一些无关紧要的或者是别的东西之后才进入这一个，那整题从头到尾就是10分啊。下个礼拜我们去 revision 17的时候，我会选两题这样子10分10分的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的题目会是10分哦，OK。
好，所以这一个是，这一个第四题 A 的答案哦，第四题 A 的答案，我把它放大一下，放小一下，来，这个是整题的答案哦，OK。Joseph 可以吗？Joseph，友好，OK，Jason good，OK，友好，OK，Joseph，how about Joseph？Joshua，Chris，OK，Joseph，OK，Chris，all right，好。好，那既然这一题好了，我们就 OK 就说 OK。老师，你 A 一好像算错了，A 一来我们看一下，A 一的 AC 4.36.5，83度。OK，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啊，7.34。哦，这样子我再算一次啊。OK。83度哈，OK，6.5 square 再加4.3 square，减二乘6.5乘4.3乘 cos 83度。53。呀，53点，哎，怎么刚才会不一样呢？53.9293，所以如果这个出问题的话，下面呢全部都有一点点稍微要改一下了哈。这个是53.93，或者是9275了，我先用它9275，对吗？就说9275。Okay, so square root answer, 是7.34，对了，7.34，别7.34，OK，可能刚才按错了，对了，7.34就说，然后 Augustine 讲七点啊，那个 AE。那所有 A2 跟 A3，只要你有用到7.54的，全部换成7.34了哦，不好意思啊，这个7.34，对，答案会有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哈，你换一下，OK，有7.54的地方全部换成7.34，这边也是有一点7.34，OK，yeah，so we need to double check，OK，thank you Augustine 啊，very good。然后还有这边7.34，这边 OK，还有吗？这边7.34，所以你的答案会有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你改一下啊，因为这个7.54变成7.34，OK，那别的你就要跟着7.34来跑了，所以这个可能不是0.693了，会加减一点点，然后你换一下，然后 angle 也会有一点不一样。然后这个7.34，OK，OK，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风险。那如果我们有哪里算的不对的话，那就会全部算错了。OK，那当然考试的时候真正考试了哈。那如果你这个7.54步骤都对嘛，对吧？只是说他最后不懂为什么会算错的话，像这样子的 case 哈，他只有最后这一分拿不到。然后所有这些其他地方，所有的步骤都会有分数，除了最后的答案就是 angle ABC 没有分，然后还有 angle ACD 也没有分，其他这些步骤全部的分数都在，因为意思就是你知道怎么做啊，你知道 apply，你知道用它的什么 formula 来 solve，所以那个东西还有啊，只是说最后的这一个答案肯定是不对啦。这个49.91啊，46.14这些肯定是不对，所以这一个最后的一分都是没有的。所以你换一下
OK， 然后你再算回去，对吗，小妮 ？Am I right？ OK 啊 ，So we go to B 啊 ，Sally 可以吗 ？OK 啊 ，Yes OK， OK B 好了哈 ，OK B 啊、我们看 B 这个题目呢，第一看图表啊、这个图画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OK， never mind。OK， 那这一个哈、哦，如果你看这个是 parallel， 这个是 trapezium 的哈 ，trapezium 啊、parallel。那 parallel 的话啊、这个是也是一样28度了，同意吗？啊、，z 嘛，对吧？这个是一个 z 啊、哦，来我们来画一下 z。啊、，parallel z 啊，所以是 alternate angle。Alternate angle 啊，所以是28度啊，28度。然后呢，我们会啊，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他要找什么。第一，他要找 PS 的边长这个啊 ，PS 啊 PS。那你就要看到哦，这个 PS 就简单的多了。你看啊，这个三角形 PSQ 啊 ，PSQ 这个三角形啊。这一个28度的对面这一个边是我们要找的啦，然后刚好 8.9 跟 12.2 我们都知道这个是 two side one include angle 对吗？所以这个我们肯定是用 cosine rule 啊，我们肯定是用 using 或者 use 和 cosine rule 两个边一个夹角啊，那我们就可以用 cosine rule。 那我们要找 PS 嘛， PS 归等于啊、我就直接了哈，所以是 12.2 square 再加 8.9 square 减2乘 12.2 乘 8.9 再乘 cos 度，嗯 ，OK， 一样的，这个你要找 PS 肯定是要有 square root 啦，它上面这一个的答案 ，OK， 来大家一起算一下哈 ，OK。12.2 square 再 square 减2乘 12.2 再乘 8.9 再乘 cos 28度 OK 大概是36点多，那我就直接啊36点多写这里36.3091 OK， 那最后 square root answer大概是 6.03 cm 6.03 cm 6.0257 嘛，所以是 6.03 咯 OK， 所以这个非常直接，就是用 cosine rule 就可以解决了、哦、这个是第一个E 的答案、哦、就是 PS 的答案。然后第二是要找 RQ， OK， 那如果 RQ 的话， OK， 现在我用这个会明显，你要找 RQ 的边长你就要用 RQS 这个三角形的、哦、刚刚好对这个三角形，那这一个三角形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你要找的是 RQ 嘛，这个5.8 我们知道，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又是两个边一个 include angle， 所以再一次的我们找 RQ 我们可以用 cosine rule 啊，再一次的用 cosine rule 啊 OK， 第二我们也是用 cosine rule 啊 OK， 所以现在我们是要找 RQ 啊， RQ square 等于 5.8square 再加 8.9 square 减2乘 5.8 再乘 8.9 cos 28度
OK, cos 28度。啊，当然，如果你说我要用 sin rule 可以吗？可以，你就要怎么讲啊？就要找比较多东西，可能你先需要找别的 angle 或者来帮助你用那个。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 ，cos rule 是最简单的、最快的哈、哦。OK， 所以 RQ 是square root。OK， 多少？来，我们算一下哈、哦， 5.8 square 有答案了吗？加 8.9 square 乘 5.8 乘 8.9。再乘 cos 28度、啊、大概是 21.6945 OK square root answer 4.66 centimeter 然后 4.66 centimeter Alright哦看不到哦、yeah, sorry 啊 ，OK， 这样子才对 ，OK，OK，、okay. okay, 所以这一题相对的更简单哈、哦，它就比较直接，就直接用这个cosine rule 就可以把它解决了 ，OK。Okay, so this is RQ. Now, 那如果好的，我们就去第九面了哈。Question page 9 C, C 跟 D.有好好了吗？有好，啊，就 serve line 断掉了 ，OK， 好，谢谢 ，Jason 可以吗 ？Jason， 德宇，李英 ，Jason， 好 ，OK， 好，那如果都好，我们就去第九面了哈。好，来第九面 ，OK， 这个就是第九面了。的 C 啊 ，C 的这个这个题目哈，我们只有 C 跟 D， 然后我们就要去 9.3 了哈，9.3 就是 area 面积了 ，OK， 最后一个 part 了。那这一次的这个面积它有稍微有加了一点点的东西了哈，那等一下我们来讲。Find the second largest angle of a triangle with the side 4.82, 6.01 and 8.12 centimeter. 它给你这一个一个三角形，三个边它都给你。啊，好。OK， 那我当做4.82 6.01 8.12OK， 这个只是一个 sketching，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图表肯定是不准的嘛，啊，肯定会有不准，因为我不是用尺量 ，OK， 那我们就是画一个三角形，他讲要找第二大的 angle， 第二大的角，那我曾经说过嘛，它的这一个角哈、哦，跟这一个边长是有息息相关的，那你觉得啦哈、哦，如果你要找第二大的 angle。它的边长应该是怎么样？它的边长就是第二长的啊，所以第二长的是 6.01， 所以它的 angle 是在它这一边啊，这一个就得了。OK， 嗯，这一个就是我们要找的，好不好啊？这一个就是我们要找的。OK， 第二，这个第二大的 angle 啊，就是第二大的边长。OK。这一个是 page 9 啊，第九面现在哈，第九面的 C，
那你就找哦，这个就非常直接了，找 Angle 哈、哦。那可能你可以给他一个名称，那不然我们要怎么找嘞哈、哦？那可能你放一个 data 都可以了哈、哦。找 Angle data 啦。OK，所以是6.01 square 等于四点 square 再加8.12 square 减二乘4.82再乘8.12，然后乘 cos theta 啊，你要找的是 cos theta 啊。OK，那像刚才我的做法就是因为 negative 嘛，所以这一个部分 negative 我就把它搬去左边咯，6.01 square 我把它搬去右边啊。好，那个数字可以先乘一乘。二乘4.82再乘八，大概是248281278.2768 cos theta 等于 OK，那4.82 square 再加8.12 square 减6.01 square，你达到53.0467。那你的 theta 就我就直接了哈，inverse cos 这个是53.0467除78.2768，然后这个反过来除咯，然后 cos inverse 就是 negative one，OK，所以是除78.2768，然后再 shift cos answer。大概是 theta 是47.34度，OK，所以就好了，然后这个就是第二大的 angle 了。然后所以记得，第二大的 angle 意思就是它的对面这一个边长也是第二长啊，第二长四点多、六点多、八点多、六点多是第二长了，所以这一个原理你要知道，然后这一个 concept 你一定要记得啊。哦，可以吗？OK。OK，好。OK，所以如果你算出来的数字跟我的有出入的话，你可以提哈。有时候可能，好像刚才这个可能就是我按错了。我觉得我刚才应该是前面那没有按 square，我应该是前面那个是按6.5 square，我只按6.5，如果我没有记错了，刚才啊，所以一个小小的错误可能就会导致所有答案都是错的啊，所以要注意一下啊，这个。要算两次了，如果或者是时间允许的话，啊，又或者是如果你平常很常用计算机来那个的话，那可能你就会降低你的错误了哦。啊，如果我们只是偶尔才用计算机，那这个就要小心了，有时候就是会不小心。所以这个是 C 啊，第九面 C 的答案，它只有找一个东西，就是47.34度，OK。啊，所以当然这个 angle 你可以用任何啦，alpha、beta、a、b、c、d 到 z 都可以啊，没有一个规定，也可以说你说这个边长是 a、b、c，然后你找这个是 angle b，哦，yes，没有问题，都可以啊，都可以，你要自己给它名称 a、b、c 三角形可以的，然后没有问题的，OK。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你自己画这个三角形，你这个三角形最好是要用尺来画了啊，我这个没有用尺，其实不是很。很正确哈、哦。然后画三角形，通常我们都是用尺，OK。那当然，可能有时候你画出来，可能你8.12写这边，那你就讲，哎，这个比较短啊，没有问题，那个只是我们自己的，好啦，我们自己的一个 sketching，所以那个不大问题啊，那个不大问题。那我们都不是真正用尺量了才来画的嘛，我们只是一个大概这样子哦。OK，好了哈、哦。离音好了吗？静音可以吗？C 的 OK 吗？静音啊，离音 OK 啊、哦，啊。
可以吗？声音？OK 哈，那我们去 D 了哈。OK，All right，这一个 D 呢，题目，来，我们来读一下哈。In the diagram, angle ABC is an obtuse. ABC 是 obtuse，obtuse 就是大过90度，但是小过180度啊。然后大过90度，小过180度啊，obtuse 啊。OK，锐角哈，OK，and then angle 不是 angle，新 angle ADC 是21除29啊，所以这然后这个东西它给的非常重要。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K，那这一个我们就需要先找一下它的角到底是多少度哈，对，angle ADC。虽然它这里没有叫我们找这个 angle，要找 AC 找 angle ACB，肯定等一下要用到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找出来。就是 inverse sin 21除29，然后21除29，那大概你这个到是46.4度。OK，ADC。你可能会说，哎，怎么会只有40多度嘞？不是讲这个是 obtuse angle 吗？也就是说这一个 ADC 很大可能就是它可以是 ambiguous case 哦，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的话，OK，像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你就需要怎么做呢？就是它还有一个。Obtuse angle 就是用180度减46.4度，那你这个会拿到133.6度啊，所以这个是它的 obtuse angle，obtuse angle 133.6 ADC，所以写进来了133.6。OK，第二你要找 AC，哎，这里第一就是要我们找 AC 嘛，AC 就是这一个边长了 AC 哈，你要找这一个 AC，OK，现在呢这个 AC 哈，AC 啊，OK 啊，那你如果看这一个 angle 133.6，我们知道，然后两个边这个是 include angle 啊，include angle，然后两个边我们也知道，那两个边你知道的话，那我们用什么 rule？这里我们用 cosine rule，然后两个边长一个 include angle 到的话，我们可以用 cosine rule，OK，所以这个第一我们用 cosine rule，OK，cosine rule，那这一个 cosine rule 呢，OK，那就 AC 了哈，AC square 等于9.8 square 加6.2。2乘9.8，再乘6.2，这个再乘 cos 133.6 度，OK 啊，OK，来，我们来，AC 是多少？要记得 square root，然后等一下答案要 square root，9.8 square 再加6.2 square 减二。乘9.8再乘6.2，所以是 square root。如果你要写了哈，218.286，所以答案应该是。14.77 cm，14.77 cm。OK，所以第一个的 AC 找到了。OK，找到 AC 之后，B 不是 B，第二个部分就要你找 angle ACB。
ACB， 然后找 angle ACB 啊，你的 angle ACB 在哪里？angle ACB 在，我们看一下啊，ACB 这一个啊，这一个要找这一个 angle。AC 找到了对吗？14.77，可能你写这里是4.77哈，所以可能这样子，如果你看不到的话，那我就鼓励学生你们把这一个 ABC 的三角形大概再把它画一下，纸填上 ABC 的资料的32度，这个是我们要找的15.5 cm。这个是4.77 cm，OK，当然你不能够直接找这个 angle ACB 咯，这个 angle ACB 你不能直接找，我们有两个边，一个 angle，两个边一个 angle 肯定是要用 sine rule，然后你要用 sine rule，OK，sine rule 啊，OK，所以这一个32度是跟15.5咯。那14.77 cm 是跟对面的这个 angle 是 angle B 咯，你要先找 angle B，你找到 angle B，你就可以找 angle C 了，打上去，OK，所以这个是用 sine rule 啊，sine rule，14.7，可能你这个 angle 放一个 theta 也可以，如果你不要写 ABC 啦，你就放 theta 咯，sin theta 等于15.5 cm 除 sin 32度，sin 32度，OK 可以吗？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 theta 了，那你先乘14.77 sin 32度。然后除15.5，0.5多是吗？所以这一个是 shift sin 0.505了。OK，shift sin answer，所以你的 theta 大概是30.33度，30.33度，我拉上去一下。OK，那你要找 angle ACB。就可以找了。现在就是用，因为一个三角形是180度嘛，减去32度，你知道的，再减去刚刚你找到的 theta 就是30.33，那你就可以找到 ACB 的 angle 了。所以是180减32，再减 answer，大概是117.67 degree 了，又或者是117.7了哦，117.7。Okay, so that is your answer. That is your answer. Okay, 所以第九面的 D 也好了。Okay, 所以这也是第一跟第二。Okay,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把那个。有相关的那个三角形，自己再把它画一次咯，然后也不会很难，你就是用 freehand 也是没有问题的，总之你画大一点，你画大一点，你的那个 information 的资料全部写进去，就不会看到密密麻麻，你画大一点哦。那我们就要去面积了，三角形的面积9.3哈。9.3的面积，一下子，OK，好了吗？OK，选你，Augustine，李英，Jason，最近这几天天气非常炎热啊，
对，下午这样子可能天气又比较热，可能听听一下你就会爱睡了。对呀，名字要叫一下，你动一下可能就没有像爱睡了哦。啊，最近这几天天气非常炎热啊，前两天还差不多要到40度了啊，我们的室温有到38点多了，没有到40，38点多度啊，所以相当的炎热，所以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啊。OK，所以答案是这一个哈，117.67啊。所以这个井要小心，然后你如果有用这个井的话，如果可以，我们不要用了哦。那我到时候这个井就是好像，因为我习惯了，解完一个题目，答案拿到我都用井，最后的答案。但是有时候在这一个考试的时候，你用这一个哦，改考卷的那一些老师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啊，所以他讲这个是错的啊，所以要注意了哦。如果可以，这个不要了哦，不要有井，就是答案就是117.67就好了哦。OK，来，我们去面积了啊，第十面面积。OK，area of triangle，OK，area of triangle。OK，那 area of triangle ABC，你就要这个 formula 什么时候才能够用哈？它其实这三个都是一样的啊，只是说边长跟它的 angle 是用哪一个而已。总之，angle C 的话就是，如果你是用 angle C 了哦，好像第一个 ABC，我要画给你看一下。如果你是用第一个的话，你就一定要有 A 的边长、B 的边长，然后 angle C。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其实也就是说，这一个 formula 只可以用如果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两个边，一个 include angle，两个边一个夹角，好，两个边一个夹角，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程式。记得啊，两个边一个夹角。OK，那这两个有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方程式了，二分之一乘 a 乘 b 乘 c，这个大写它是 angle，如果不然的话，我们会以为是它的边长啊。通常都长跟 angle 对面都是一样的 cc 啦。好，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概念的哈，所以是，但是你写的时候你这个 angle 嘛，所以要用 angle c 咯，大写。当然，这里因为只是一个简单普通的一个三角形，所以这个 angle C 它用大写啊，它用大写哦。OK 啊，好，这样子这个 OK。那我刚才讲新的东西呢，就是第七啊，这个是新的东西。那以前旧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课程呢是没有这一个的，就是第七。那原来哈、哦、他讲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我们也可以用啊，我们也可以用这一个方程式，就是 Heron formula 哦。那这个 formula 几时可以用呢？就是三个边长都给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方程式来找面积，三角形的面积。那怎么找？第一，你先需要找它的周长，因为你三个边都知道嘛，所以你找它的周长就是 a 加 b 加 c 除 2，a 加 b 加 c 除 2，所以我们叫它 semi-perimeter，就是周长的一半啊，周长的一半。你找到这个周长一半，这个周长我们是用 s 啦，好，它这里是用 s。小写的 s 啊，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这个 s 放进这个方程式里面啊，这个是找 a 啊这个三角形 ABC 的面积，x 乘去 s 减 a 再乘去 s 减 b 再乘去 s 减 c 啊，然后你这个方程式要记得啊。
OK，好，好了哈，OK，那第八我就不讲先了。这个第八我们一个 three dimension，然后 3D 的啊，那个就迟一点了哈，那个没有什么 OK。然后这个 example 四跟 example 五的答案都给了对吧？啊，这个就是给你两个边一个 include angle，这个我们用第一个方程式来找面积，一除二乘 a 乘 b。星系这样的第一个方程式，那这一个是三个边都给你的话，那以前哦，以前如果三个边都给的话，我们是肯定要找其中一个 angle 先，然后才用这个方程式，啊，用这个，啊，这个啊，啊，但是现在呢，它如果三个边都给的时候，你先找它的 s 就是一个 semi perimeter，啊，就是把它的周长全部加起来，然后除二。啊，然后用这一个周长再减去每一个边，所以是就这个周长的一半8.3嘛，然后再乘去8.3减4，8.3减5.4，8.3减7.2，啊，全部减，啊，减了，然后答案是面积是10.67。那如果今天你啊，你算啊，所以我用我们来看一下，这真的是这样子嘛？啊，如果是用第一个方程式。会不会跟答案一样？肯定是一样的哦。那我就当做这个是 angle theta，好，那我就用这个5.4 square 等于4 square 再加7.2 square，减2乘4乘7.2，再乘 cos angle b 或者是 theta，然后 cos theta，那你的 theta 会找到是，等一下，让我找一下啊。四 square 再加7.2 square 减5.4 square，OK，然后除八乘7.2，shift cos answer，OK，大概是47.815度，OK，那当我找到这一个之后，我就可以找 area 了。这样 area 是 ABC 的哈，二分之一乘四乘7.2，再乘去 cos，不是 cos，sorry，sin 47.815度。啊，sorry 啊，sin 啊，是吧？sin，OK，所以是二分之一是0.5乘四乘7.2再乘。新 answer，我会拿到10.67，准准一模一样的，OK，10.67啊，你要先拿到其中一个 angle，你 angle 找到之后，你用两个边一个 include angle 来找 area，这个是第一个方程式啦，啊，一样的，跟你用这个 semi perimeter 找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答案，好，那当然。我个人觉得，当然是这一个 semi perimeter 的方程式会比较快啊。But up to you 啊，如果你要用这个 cosine rule，你找 angle theta，然后再把它放进来找 area，啊，还是对的啊。除非题目有特别要求哦，这个题目一定要用Heron formula 啊，那就另当别论啊。那个你就一定要跟题目，要不然的话，其实我们都接受哦，我们都接受的哦。OK，哎。然后我们去第11面，OK，第11面，OK，啊，这些可能练习会比较快啦，因为它是一个很 basic 的练习了哈，找面积哈，找全部都是找三角形的面积啊，所以可能我就快快的写过，然后最后答案我就不讲了。PQ 等于七，PR 等于六，angle QPR 等于55。很多学生如果这样子给的话，有时候他们看不到，imagine 不到，所以比较好的就是你把那个三角形画出来了啊。我是觉得你把它画出来啊，它有 P 有 Q 有 R 嘛，就随便了 PQR OK。那这样子的话 ，PQ 是 7cm 了。OK，你填下来，然后 PR 是6cm，然后 angle QPR 是55，
啊，这个是55度，啊，这样子是不是看得很清楚？啊，这样子的话，你的面积三角形 PQR 怎么找？OK，所以是两个边，然后两个边一个 include angle，然后一个 include angle 啊，两个边一个 include angle，所以这个是 area of triangle PQR 是1/2乘7乘6，然后乘 sin 55度，OK。嗯，所以你就直接按 calculator 就可以了。所以是不是把这个三角形你大概把它画出来之后，你会看得比较清楚，对吗？也比较容易了啊。OK，然后 B 也是一样，LMN 啊，那你就画一个三角形咯，LMN，LMN，LM 9.5 cm，MN 8 cm，LMN angle 88 度。OK，一样的，两个边一个 include angle。那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你就直接，好，直接找它的三角形的面积 area of triangle LMN 啊，这个三角形就是triangle 的意思了，三角形 LMN 啊，OK，因为如果你没有写这个符号的话，我们可以讲 LMN 是一个直线嘛，哦，那直线的话 area 是零哦，对吗？我们在第几课啊？学那个 coordinate geometry 的时候啊，如果是三个点是在同样一条线上，那个我们叫它的面积是零，应该是第七课呀，coordinate geometry 第七课啊，如果三个点这样子啊，三个 point 哦，啊，它的面积是零，哦，面积是零，因为是一条直线，OK，所以这个是1/2乘9.5乘八。经88 度，OK，答案就你找了哈，嗯，OK，除非说你找到的答案怪怪的啊，你可以问啊，啊，不然应该是不大问题，这个应该就答案是对的了哈。OK，好，好了啊，第二题，也来，我们看第二题了。OK，也是找这个三角形的面积，但是现在它是给我们两个边，不是两个边，一个边两个角，而且这个又不是equation，第一我们可以找到的就是因为有两个边一个。一个角 include angle 我们才能够找面积。就算你这个用 Heron formula 也不能，因为 Heron formula 是三个边都知道，你才知道一个边也不大能。然后，那我们可以找的就是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找了，就是85了哈。180减60减95了哈，80减60减35哈，所以是85。OK，然后呢，我们可以先找边长，找哪里的边长？OK。那我们就要用 sin rule 了，10 cm 是35 度，那85 度是多少 cm？所以也就是说你找 AC 的边长哦。当然，如果你刚才用找 BC 的边长也是可以的啊，都可以的哦，都可以的，然后都可以。OK，All right，那我们就接了哦。OK，所以我就用这个找 AC 了哈，AC 除。经85 度等于10除经35 度，OK，那你就可以找 AC 了。OK，AC 是搬过来变成乘嘛，对吧？啊，所以 AC 是多长啊？10除经35，然后乘经85。啊，大概是 AC 是17.37 cm。OK，那你找到 AC 是17.37 cm 之后，你就会看到
你有两个边，这两个边啊，一、二，然后两个边，然后一个 include angle 有吗？啊，一个 include angle 60度，那就从这三个东西你可以找面积了，然后你就可以找面积哈，所以是 area of triangle ABC 是二分之一乘十。37就是我们刚刚找到的，然后再乘去 sin 60 度，OK，所以用计算机就可以找到面积。记得面积是 square centimeter square，cm 二哦，cm 二是找面积哈。也是一样啊，B 只是说 B 它是给我们两个边。但是那个 angle 不是 include angle，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用，这个我们也是用 sine rule 了，啊，这个12是跟60度了哈，12除 sin 60等于另外一个你一定要用9了，9cm 是跟 angle n 的哈，所以是9除 sin angle n，OK，那你先找 angle n 呢？给 angle n 的角是多少度？OK，那计算机啊，来九 sin 60度除12 shift sin answer，OK，那这里我们会拿到大概 n 的 angle 是40.51 度，OK，angle n 是40.51度。然后呢，你是要找面积嘛？然后，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知道的全部填下去了哈。这个是40.51。OK，但我们知道的是这两个边的边长是吧？啊，九跟十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L 的角是多少。所以这个 angle L 哈，啊，是180度。减去60度，再减去你刚刚找到的40.51，所以你会拿到79.9 度。OK，那你再用这个找三角形的面积了，area of triangle LMN，啊，这个是79.49，是等于二分之一乘九乘十二，sin 79.49，OK，啊，看得到吗？我拉上去一点哦，OK，啊，然后答案也是你可以要按计算机就可以了哈，全部都是 cm cube 啊，啊，sorry cm square，cm square 可以吗？Chris、Joseph、Sally、友豪。可以跟得到啊，you 好，OK，yourself OK，please OK，Sally OK，好，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去第三题，直接去第三题。好，我们去第三题哈、哦。你先读一下题目，第三题。OK，来。来，我们去第三题哈。OK，第11面的第三题，来，拉好一下。OK，好，第11面的第三题。
那这一个题目呢，它就有要求学生用 Heron formula。OK，那你一定要用 Heron formula 咯。OK，那就是刚才讲的，你先要找 x，因为它给我们的这三个边都是边长，它给我们，那三个边的边长都给我们。那你先需要找它的 semi perimeter，然后你看刚才第九面的，是第九面啊，第十面的这一个第七，我们笔记七的这一个方程式 area of triangle ABC 啊，你先需要找 s 就是它的边长 semi perimeter，就是6.4加5.3再加10.3。OK，除，如果你看方程式，刚才是除多少啊？除二嘛，这样一半嘛，semi 就是一半了哈。OK，所以应该大概是十一，二十二除二刚刚好是11了。OK，11 centimeter 啊。你找到 S 之后，你就可以找面积了，area of Triangle PQR，那这一个 PQR 的三角形的面积呢？它是 Heron formula 就是，然后是 s，然后括弧 s 减 a，s 减 b，s 减 c，OK，s a，s 减 b，s 减 c 哈。那什么是 ABC？ABC 就是三个边长啦，我不管那哈 A 呀、B 呀、C 啦，随便放啦，反正没有关系的，都一样的啊。那也就是说，你会拿到11乘去 s 减1减6.4了哈。我第一个我就把它全部写下来，11减6.4，然后第二个 B 我是用11减10.3，然后第三个是11减。C 是5.3，OK，整个要 square root，OK，那你就直接用计算机了。我觉得计算机直接了，不用再去那个把它写出来。所以答案是14点，我这里算到的是14.21 centimeter square，OK，第11面的第三题 A 哈，我们用 Heron formula。这个就是 Heron formula 啊，也就是你把所有的边长都加起来，然后除二，你先找它的 x，就是这个 semi perimeter 啊，你去第十面的这个笔记看有这个 x，那过后你找这个 PQR 的三角形，就是 s 乘 s 点 a，再乘 s 点 b，再乘 s 点 c，所以答案是14.21 centimeter 了哈。可以吗？OK 啊，好 B，然后我们来看 B，B 呢，它如果要用 Heron formula 的话，你只有两个边，对吗？那你就一定要找第三个边，第三个边找不到怎么办？哦，这个步骤很多啊。第一，你就要用 sine rule 了，然后这个4.5跟53度，2.9 cm 你就要跟 angle B 了啊，你这个 angle 先找出来先。OK，所以可能是2.9除 sin，大概讲这个是 theta 可以，然后 theta 等于4.5除 sin 53度，那你先找 theta 是多少哈？打叉乘，然后除，所以是2.9乘 sin 53度，然后除4.5，然后再 shift answer，sorry。shift answer 是哪里？shift answer 啊，OK，2.9 sin 53，OK，大概是30.98度了哈。其实很靠近30度了，OK。那你找到30.98度的话，那肯定的就是你这个 angle A 也可以找得到了，对吧？
啊，这个 angle 这个是30.98 嘛，就180.53再减刚刚找到的30.98度，那你就会拿到83，97，96.02。那目的为什么要找这个 angle 呢？你就是要找它的 BC 的边长嘛，对吧？因为它的对面这一个边长是跟96度有关系的。OK，所以是 BC 除 sin 96.02，等于刚刚的任何一对都可以，4.5除 sin 53也可以了哈。OK，那你找 BC 的边长，这个是 sin 96.02乘4.5，OK，除 sin 53度，然后再。哎，怎么会不一样？4.5 sin 96.02，and then divide by sin 53。OK，那你会拿到大概是5.604 dm。好，5.604啊。现在呢，三个边你都有了。每三个边长你都有了，对吧？5.6、2.9，全部都有了，全部都有之后，你需要再找 S of semi 对你的4.5再加2.9再加5.6604。你如果说你要写5.604，不然你就5.6其实也是可以的哈。OK，然后除二。7.4再加5.6，大概是602。OK，如果5.5可以了哈。然后之后你就用方程式找它的 area 了哈。area of triangle ABC 是6.502，再乘去6.502。减4.5，6.5，4.5是二，2.02，6.5减2.9，3.602，再乘6.5减5.6，减5.6，OK，0.898。OK，然后 square root 不要忘记啊。OK，哦，这个是你最后的答案了哈，大概是649 centimeter square 啊。OK，也许这一个 B 会比较长的步骤，因为你有几个东西要先找到，你一定要有三个边，但是它只给你两个边，你要找第三个边，你就要先找它的 angle，找到 angle 之后才能够找它的 BC 的边长。你找到 BC 边长，你还要找 semi perimeter 就是这个周长的一半啊，semi perimeter 就是一半的周长，就是你三个边全部加起来那个叫周长，然后除二，然后之后你把它放进你的方程式，你可以找这个三角形的面积，这个是 Heron formula。OK，来我们去第十二面，去十二面啊。第十二面，
All right，好，可以吗？大家好了吗？Jason 好了吗？好了哈，That is。OK，好，那我们去十二面了哈。OK，好。十二面就我们来看这一个哦，solving the problem。OK，13、14面是有关系到 three dimension。OK，那这个 area triangle 是十二面是最后一个，然后我们尽量把这一面解决掉就 OK 了哈。All right，好，那下个星期我们可能就会开始进入第十课。第十课其实只要你抓住几个重点。其实就是非常的简单了，OK 啦，到时候我们会来看一下哈。好，来第一题，不是第一题，第四题 A，我把它放大了哈。这样子会 OK 吗？好的。OK。The diagram shows a triangle ABC 哈，ABC 这个三角形，那这个都是很基本的一些题目了哈，因为真正考试通常它会有 combine 好几个三角形，有时候到三个三角形都有，或者是一个大的三角形里面有好几条，里面还有分几个三角形出来，这样子就把我们或者是学生就 confuse 掉啊，里面很多线嘛。那这样子的，它就比较直接了哦。只是说，单做练习是非常适合了，因为基础一定要有哦。OK，所以它这一题目是要你找这一个 AB 的边长啊，这个 AB 的边长是多少？BC 的三角形的面积是16.09。那我们都知道说。找面积一定要有两个边，一个 include angle，对吗？所以这一题是非常符合这一个要求啊，好，所以刚刚好我们又要找 AB 了啊，所以这个是很适合。OK，所以 area of triangle 6.09，OK，16.09。OK，那你就把这一个二分之一乘六，再乘 AB 这个边长，经50度等于16.09啊。OK，那从这里你就可以找 AB 的边长了啊，所以是出来了答案哈。也可以有谁可以有答案的，可以分享一下。OK，21、22、36嘛，所以你可以说 AB 是16.09除当 sin 50度，这样子就更容易看了啊。Any answer from you？总说是七。好，一下子啊，AB 是七，啊，我们还有吗？还有其他的答案吗？Joshua 讲是七哈，OK，那我来算一下，应该是吧？Joshua 算的应该都是会比较，都应该会准的哦。为什么你跟我算的不一样呢？7.0013啊，当然如果是七的话，7.0013是可以接受的哦。这样子啊，为什么我的 calculator 会是这样？等一下啊，去哪里 clear all 等于 OK，let's see，16.09除 OK，我知道是 sin 50度，这个一定要画。对了，7.0013
三可以，不然你直接写七也就可以了啊。好，OK，啊，七也是可以，OK，啊，对了，大家你们两个都对了哈，啊，所以非常简单，对吧？OK，那我们去 B 了哈，OK 啊，去 B，OK，会太快吗？OK 吗？哦。啊，因为主要是我怕是我先讲好，但是其实你那边还没有收到，会有慢几秒钟的问题，啊，慢几秒钟，如果 Zoom 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啊，Google Meet 它就有这个，OK，啊，所以如果还没有好，可以让我知道，我可以再等一等。OK，the diagram shows a triangle PQR。啊，PQR 的三角形，OK，哦，这个还跟你讲是等腰三角形啊，10 cm 啊，OK，那它的面积是49.24，啊，这个是49.24，49.24，然后 area，OK，那你现在是要找 angle PQR，你找这个，哦。要找这一个 angle，你现在还不行，但你可以知道这个也是一样的，因为是等腰嘛，啊，所以你可以找的就是你先找 angle P，为什么先找 angle P 呢？啊，因为你有两个边长是知道的，这个两个边长的 include angle 是 angle P，啊，所以从这个面积你先找 angle P，找到之后180度减 angle P 除2。因为是好的了，好，来你试一下。好，那我们先找 angle P 哈，是1/2乘10再乘10再乘 sin angle P 是等于49.24，OK，是它的面积啊。你先找这个 angle P 先啊，所以 angle P 我就直接了哈，49.24除50，然后 shift sin。Answer 应该是79.99哦，这个就是80度了哦，太靠近80度，OK，80度，OK，80度之后找什么？要的 angle，因为你知道是实这两个是等腰嘛，等腰就你除2了哦，所以我们要找的是。Angle PQR 就是180度减80度，然后对答案是50度了哈，对，答案是50度，可以吗？啊，这个是 B 哈，第四题的 B，第四题的 B，那你先来写一下哈，OK，可以吗？好，那我们去下一题了哈。C 啊，这个 C 这一题就比较特别一点。
OK， 来，我们来讲过一下哈。C，OK、okay、啊，这个是一个 cardboard 啊，cardboard 就是一个卡了哈、哦。那这个形状呢，它讲是一个trapezium。这个 trapezium 呢，它是用 centimeter 了哈、哦。其实这里都边长全部都知道了。只是说我们要知道的一样东西，如果说这一个是trapezium， 那这个肯定是 parallel 了，所以这个是9，哎 ，9cm 了啊 ，9cm。现在它是要你找这一个 trapezium 的面积，那我们都知道说你找 trapezium 的面积就是二分之一乘两个 parallel 的边长，对吧？然后还要乘去它的高啊，二分 a 加 b 乘 c 嘛啊，我当作说如果说这个是 a， 这个是 b， 这个是 c 的话，那你的这trapezium 的 area 是什么？你的 trapezium area 是二分之一 ab， 哦 ，sorry， 二分之一。a 加 b 乘 c 有吗？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个 trapezium 的高度是多少啊？高度我们不知道啊，高度我们不知道，所以你需要先找它的高度，然后你先需要找它的高度。怎么找高度？你可以找它这一个三角形的面积，你看哦。这个也是这个 trapezium 的高度是吧？如果我现在这样子割下来，这个就是它的高度嘛，对呀，但是我们还不能够证，然后我们找不到，所以你只能够先找它的面积，我们可以，因为这个三角形三个边我们都知道，我大概画出来一下哈、哦，它不是等腰哦，它不是啊，但是你割中间下来肯定是九。这个是 8， 这个是 5， 所以这一个的面积呢，你就用先找 S 哦，所以是全部加起来9加8加5除 2， 那你会拿到17 22 11。 OK， 那你的 area 呢？area 就是 square root 11乘11减9是2，11乘11减8是3， 11减5是6，所以是236。诶，看不到。sorry, 这个 ,236。OK,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啦，面积。所以11减9是2了齁。然后11减8是3了 ,11 减5是6了齁。所以这个面积是多少？这个面积是大概11乘2乘3乘6 square root， 我这里看算的是 19.9， 那我可能就问了，为什么要找面积呢？他都找这个 trapezium 的面积嘛，对吗？那找这一个面积主要的目的，如果你已经看到了，那恭喜你我们要找这个高，这个三角形高度是多少？因为这个高度就是那个 trapezium 的高度嘛，我当作是 h 了哈。所以如果这个三角形你怎么找它的面积？这个三角形的面积你可以这样子找不？二分之一乘去它的底线，这个底线是5嘛，然后再乘去它的高 h 是 19.9 哦，这个 19.9 就是我刚刚我们找到的面积咯。所以从这里我们找它的 h 就是它的高，所以 h 大概是 2.5， 19.9 除 2.5， 大概你会拿到 7.96， 这个是 centimeter。你找到这个 h， 你就大功告成了吗？还没有，你还要找这个 trapezium 对吗？
Travizium 可能我在旁边再画一个啦，我就不要再拉上去了哈、哦，可能这样子你看不是很那个。OK， 那我画这里，啊，画小小了哈、哦。OK， 弄努力画就可以了。啊，是 Travizium 是吧？你看里面那一条线我就不画了，这条我就不画了啊、哦。OK， 那这个是三，啊，这个是八，三加五是八。然后它的高我们刚刚找到的是 7.96， 是不是你说可以找这个 trapezium 的面积了吗？可以了，对吧？啊，怎么找？啊，怎么找哈？所以它的 area 就是等于二分之一乘去三加八再乘 7.96。OK， 三加八的主要原因是把两个 parallel 的 line 加起来嘛。对啊，啊 ，parallel， 啊 ，OK， 所以它的面积是二分之一乘八加三再乘 7.96， 那你会拿到 43.78 centimeter square。啊，所以这一个题目啊，蛮特别的，啊，蛮特别的。我再把它的 size 弄小一下，等一下。那这样子可能你会比较容易看到全部啦。OK， 等一下。Yeah，OK、okay。你真的是会慢几拍，我的手早就拿开了，但是它还在那边，会慢几分啊、几秒钟哦。嗯。OK， 所以这个就是先需要找这一个三角形的面积。HD 哦，你要记得啊，因为三个边都知道嘛，三个边都知道，我就可以找它面积咯。这个面积就是 9.9， 那这个面积找出来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找这一个三角高，因为它的底线5我们知道啊，所以二分之一乘5乘高，我们就可以是等于是 9.9， 那从这里我可以找到它的高 H， 那这个 H 找出来主要目的就是要我们找这个 trapezium， 这个 trapezium 是二分之一乘去两条 parallel line 加起来再乘去它的高嘛，因为高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找这个是 centimeter、OK， 所以是大概是 43.78 centimeter square。 这一个题目啊，还蛮不错的啊，就是它蛮特别的。好，那我们去 D 了哦，去 D， 大家好了吗 ？Vivian 好了吗 ？Vivian， 这是第十二面的 C 哈、哦，呀 ，Vivian， 好，好了哈、哦、，OK 好，那我继续了哈、哦、，OK， 来过来这一个最后一题 D， 第十二面的 D 了哈、哦，哦，这一个多少？这个也是四个边，四个边我们叫它 quadrilateral 哦，这是一个，他讲这也是一个地皮啦，哦，这是一个地皮。这个地皮呢是这样子的形状，边，有一个边是30米，40米，两个有40米，然后这个50米，其中一个 angle 75度。OK， 那他要你找这一个。他要你找这一个土地的面积，啊，土地的面积哈。OK， 那你要找这一个土地的面积呢？没有办法哦，哦，怎么办呢？啊，没当啊，没有啊，你哪里有能够找？我们通常是找。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就没有问题啦。那像这样子 quadrilateral 四个边的面积呀、啊，啊，不能是吧 ？OK， 那我从这里各一条线过来，
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example。然后可能从这里我就告诉你说，在高级数学里面哈、哦，有一个东西很常我们会看到的，就是你要在那个图表里面加一些东西。如果好像这样子，原本不能啦、啊，肯定不能找面积的啦，怎么可能，对吧？你只有知道两个边，四个边都知道，但是没有用啊啊，你。不能够二分之一或者是什么乘什么长乘扩都不能嘛，所以这样子的方法，你只有说把这里的这个四个边拿来各一条线下来，啊，不一定是点点点啊，你就直接一条线也可以。当你割下来的话，哦，你就看到很多东西了。第一，你看到什么？第一，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这一个三角形呢，两个边一个 include angle， 对吧？你可以找这一条直线，这个我刚刚画的这一条粉红色的线的长度。你找这个长度做什么？你找这个长度就是等一下你可以用这一个长度来找下面这一个小小的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所以这里你要分为两个面积找，然后加起来。第一个这个。这里有两个边，一个 include angle， 你直接找它面积就可以了。啊，二分之一 A B C C 嘛，对吧？啊，那我先找了啊。类似的，这个是第一个面积，这个是第二个面积了哦。那我可能这里就直接先找第一个面积 area E， 啊，是二分之一乘去五十，再乘去四十 A B C 七十五度。啊，然后新七十五度 ，OK， 所以它的面积是多少？七十五度啊、哦，大概是96.5926 meter square 啊 ，OK， 当然。因为这个不是最后答案，所以我通常会把小数点写多一点。OK， 那在你要找第二个面积之前，你先需要知道这一个粉红色这条线的这个边长是多少。所以你要找边长，你就要用 cosine rule。为什么 cosine？ 因为你这边上面这边有两个边，一个 angle include angle， 对吧？所以我就要用 cosine rule。OK， 你要找这一个 ，Let's say that 这一条线我用 x 啦哦，啊我用 x， 啊那你就是 x square 等于50 square 再加40 square 减2乘50乘40再乘 cos 75度，啊 cos 75度不够我写下面了哦，所以这个 x 是边长是多少呢？大概是我55.36米的啊，你也可以算一下是不是了哦啊，我们大家都算一下，嗯，OK， 这一个找到了。三个边都找到，你是不是可以用那个什么叫 Heron formula 来找面积二是吗？啊，但是你前提是你先要找 x 啦，啊，所以我就写这里，然后就直接下来 x 是三个边长都加起来 55.36 再加40再加30然后除2，第一个是965。等一下啊 ,965, 诶怎么会跑掉 ?OK, 965.9258, 9258, 等一下哦，好，谢谢你的那个啊，对我再算一次 ,0.5 乘，哦我算到200是2000 ,50 乘 40, 哎呀 ,2000 啊。对对对对对，1000 sin 75 OK， 呀，九百，
我少掉一个零 ，OK， 这个是965.92588 ，OK， 不好意思啊 ，OK， 这个是965了哈，它的面积 ，OK， 怎么可能这样小哈 ？OK， 那这个 S 就没有问题了哈 ，OK， 这个加下来是71.125.98，你说到哪？OK， 725.36除二。OK， 那你会拿到62.68米的。OK 啊，这个是 semi perimeter 啊，semi perimeter。那你现在就要找它的 area 了，对吧？那 area 我用另外一个颜色，那你这里要找 area。你就要 area 2哈，第二个 area 就是这个啊，下面这个三角形啊，area 2你就要用 square root 啊，hidden perimeter 啊，s 62.68乘去62.68减40，let's say 22.68，给再乘，我把它在下面呢，再乘62。32.68，然后再乘去62.68减55.36，那55.36大概是7.32这里哈，所以这样子算的话，你的面积大概是多少呢？来，大家算一下，是不是大概583？三点，我的 calculator 是多少？583.15，meter square。OK，583。OK，那整个土地的面积嘞？所以现在你才要开始找整个土地的面积，area of the land。OK，所以是一。加二对吧？刚才我们第一是965.92588嘛，OK，然后第二个是583.15你两个加起来965.92588再加583.15，OK，这两个三角形你把它加起来，不是三角形，它的面积你加起来该是。再加583.15，1549.08了啊！到这里我就用这个两个小数点就好了啊，因为这个已经是最后答案了，1549.08，OK，All right 所以这一个面积你需要把它这一个四个边各成两个三角形。你各个乘两个三角形，你就一个一个找，不然你找不到哦。OK，然后拉下来一下哈，来，有看到吗？大家这个哈，All right，Area 一965.9258，就是上面这第一个，然后。第二的话，你就要先找它的 s 的边长，目的就是要找它这个小的第二的这个三角形的面积，用这个 Heron formula 找，所以总共加起来是1549.08 米的 square。OK，好所以这个是 Doctor A，这个土地这一片土地。是1549.08 meter square 平方，OK，好，那找到之后，他讲还要找什么？B 啊，不是 B 二，二是要找这个土地的价钱啊。他讲如果是50 meter square 是值50块50 meter 是值8000块，sorry，哎呀，什么50块？80块8000块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用什么算会是最快的呢？我们用 ratio，
比例来算，我跟你讲是非常快，是这样子。你看啊，50 meter square 是8000块，是吧？那现在你有多少土地？你的土地现在是1549.08，这个也是 meter square 啊。这个价钱是 question mark 多少啊？你打叉乘哦，对啊，所以你看这个 meter square 就越掉了嘛，所以你不用担心了，越掉。所以等一下它的 unit 是 RM 哦，啊，所以你就8000乘1549.08，所以你记得不要，哎呀，后面08不用啦，一点点，不可以哦，啊，你不可以说，哎呀，这样08就是1549就好了，不可以，你就要跟着它1549.08。高级数学很讲究这个小数点的啊，不可以随便把它这个小数点丢掉的啊，不可以啊，1549比较容易算嘛，对吧？啊，不可以啊，记得啊，或者你这个地方这个问号你放一个 y 啊，你放一个符号都可以啦，啊，都可以 ，OK，那我就放 question mark 啦，啊，我放 question mark，那就这个是 RM 8000块乘去。1549.08除50，大家总共是这一片土地值多少钱啊？哦，OK，如果你用计算机的话是247,852.80。啊，我的计算机大概是这样子啊，我再算一次啊，8000,247,852.8，对了，所以这一片地皮呀，它的价值是247,852.8。OK，所以这个是这一块土地的价钱啊。如果放 question mark 嘛，啊，可以啊。这个 question mark 也是一个符号 symbol 嘛，没有问题的啊。当然，如果你要比较好的，你放 x 啊，你放 y，但是不要有 s 啊，因为刚才这边已经有 s 了啊。啊，等一下你 confuse，你用除了 s 啊、y 啊、z 啊、a 啊、b 啊都可以啊，都可以。那你如果要像我这样子打一个问号 question mark 也是可以啊，没有问题哈。所以这一片土地是47,852.8。OK，那清楚哈啊，所以这一个题目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题目了。所以你看哦，哎，怎么找面积突然间找到价钱去啊？所以你看它其实这些都是像这样子的，可以说是铁板啦，就是 hot question 的，因为它已经把这个题目变成我们这个生活中的一种的这个 situation 是吧？一种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形态嘛，situation 所以这样子算是 CAPAS 的题目了所以你所学过的数学，其实你要懂得把它所有的东西都串在一起。有时候你看 ratio 突然间塞一个 ratio 出来啊，很多学生不懂 ratio 怎么用。啊，其实这个是在你 form one 的时候学，不是 form one 啊，如果没有错，小学都已经有 ratio 了，那时候是比较简单的 ratio 啦，然后到了 form one 还有 ratio，如果没有错，nisba，ratio rate and proportion，proportional，那时候你就有学这些东西了，但是你会在这里用到，可能我们就没有联想到这样多，有时候，对吧？OK，所以这一个是 D 的答案，来我拉下来一点OK，第12面的 D，OK 也许从上面这边开始，你就要全部都要对了哦。刚才那个第一个面积是965，OK，thank you，Augustine 我50乘40是200，应该是2000，我少一个零了，OK。不然我们就亏大本了，900多平方尺变成90多平方尺，是差了10倍的价钱。OK。
对，买卖土地都是一个 square 来算哦，通常是，尤其是在市区或者城市的地区，它的这个算法，何止是8000块啊，他们是一个 meter square 算啊，一个 meter square 就是等于小片的地砖木啊，地砖啊，一个正方形小小片的，一乘一，现在应该是要。我是西马的这种大城市的 condominium 是一方尺大概是要好几百块钱，一方尺哦，1 meter square，对，它只需要是1000 meter square 啊，就是说它的这个 condominium 这个它那种公寓啊，一个 unit 里面如果是1000 meter square，它大概都要40多万啊，对啦。也就是说，一个米贵是400多块啊，那个还不是在 KL 市中心，KL 市中心更贵。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然后6:30我们就停在第12面的 D，好不好？那我们在下个星期我们会去最后2面，这个其实也只有剩几题了，我们大概讲一下，然后我今晚会发这个 revision sheet 给你们哈，你们可以尝试做一下，就是这一课的。然后过后第二个小时，我们就会去第十课，下个星期一的第十课啊。OK，so 如果有任何的questions，你可以问我了啊。那如果没有，我们就停在这里了。OK，好，谢谢大家的出席，拜拜。OK，welcome。